刚刚已经看过我前面的视频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剪的怎么样，但是呢我肯定是努力的去剪辑了。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了，正题呢就是要跟你们介绍一下前面出现的那些商品。然后首先呢就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视频里出现最多的那个东西，噔噔噔噔，就是它，马歇尔音响，最近最火的网红音响。就是它这个质感啊，你看这种皮质，这质感我真的是没谁了。哎呦，就是放在那儿就很高级。你像我的那个工作室，我感觉就缺少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它缺少一个东西能够确保我整体的那个档位是高的。然后当这个音响摆在了我工作室的边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整个健身房都，然后它有三个键，可以控制音量，还可以控制高音和低音。然后这边是开关，这边的红色的部分就是它的哪一个特性。红色的灯呢，就是它的什么电池状态呀、蓝牙状态等等等等。然后给你们仔细的看一下它的纹路和质感。妈呀，幸亏我换了新的相机，不然根本都拍不出它的美好。随便一动都是个片，都出片。就这样的东西摆在家里，就会觉得你随便拍张照片都是网红照，真的一点不吹牛逼。然后呢，就要着重的讲一下我是在哪里买的。我是在亚马逊海外购。然后我为什么会在亚马逊海外购上买啊？然后我就以这件商品为例，我要先在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地方去看一下它的价格，因为我买的是充电款，就是可以直接拎起来携带的，就是有这个把手的版本。然后我买的是一代，因为一代的那个外观我更喜欢，而且更便宜。其实一代的话基本上都是1000多。然后我们先看某宝上面的价格，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刚刚挑的最明显的地方的某宝的价格，就是我标红的这个，要1500块，这后要1400块，1494，那就是1500。其实然后充电款黑色，对，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在亚马逊上是多少钱。对，先看上面的 logo， 亚马逊。对，然后第一个就是只要1022块。哦，1022块。而且从海外直邮，你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因为你在国内买的话，就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会不会买到假的，会不会买到翻新机啊之类的。但是亚马逊的好处就是它是直接从国外邮过来的，它可以直接从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德国那些地方直邮的，直邮。而且呢，海外购满200元就可以免运费，只要你的订单，你像这个音响就1000多了，那肯定就直接免运费了。然后我记得我下单的时间到我收到大概只花了5天的时间，从我下单，它从海外直接邮到国内，然后再发顺丰直接到我家，大概只花了总共5天的时间，就真的很快而且很便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我早上用的那个打蛋白粉的特别方便的那个，噔噔噔噔，就是它，给大家看小朗的博朗的手持搅拌器。对，然后我买的是你看这里600瓦的功率，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根据它的功率去分型号的。然后它真的特别好用，因为它这个也很安全，它不会溅出去，你想打什么就直接伸进去打就可以了。然后它还可以直接，它送我一个这个杯，我早上就用它直接插进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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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然后嘟嘟嘟嘟就喝了。嗯，它还可以直接摁这个，看这个，一摁就下了。然后他会送你一个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打连接，对，就可以在里面打你想打的，比如冰啊，或者是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它里面有一个刀片，对，真的特别的方便。然后我还是在亚马逊上买的，为什么呢？因为亚马逊真的便宜，便宜到你都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我们来看一下在国内的旗舰店吧，因为我们要保证正品嘛，在天猫上看一下，因为价格都一样其实。对，600瓦的，我这款，看一下是多少钱。429，看清600瓦的429元，在天猫。然后在亚马逊，就是我买的340元，亚马逊上只需要340元，一模一样的，而且从海外直邮。那我为什么不上亚马逊呢？我现在都已经办了亚马逊的会员，我推荐各位也可以去办一个亚马逊的
Prime， 是叫 Prime 海外购的会员，它一开始可以让你免费试用一个月，就是你可以免费直接申请用30天，然后基本就可以无限次的，只要你是会员，你在会员期间可以无限次的免费包邮。比如我平时我还会用那个亚马逊的 Kindle 看书，然后在书上你不是还需要花钱去买正版的书籍吗？然后只要你是亚马逊的会员，然后它就会给你绑定在一起，你就不需要在上面再花任何的钱了，你可以免费的订阅 Kindle 上的书籍。比如它会定期的每年会有一次的那个 Premium 的亚马逊会员的优惠日，你可以在那天去疯狂的采购，那天的价格会特别的实惠。然后我会把那个亚马逊会员的申请的那个表格直接放在我下面的链接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直接点一下，然后注册的就会直接送你30天的会员。然后除了刚刚那两样呢，我还买了特别实用的东西，因为我作为一个运动博主、健身博主，我平时特别注重我的饮食，所以我必须要有，我是自己准备饭的，所以我就买了铸铁的锅。这个可以用来煎蛋，煎一颗蛋打进去刚刚好，不管你是什么电磁炉还是什么火明火啊之类的都可以用，通通可以用。这个正好可以打一颗蛋，无敌可爱，我告诉你真的。这个可以做个蛋饼，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就可以我满足我正常日常的所有的做饭的需求了。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伙，可想而知我有多么的喜欢。这个我每次比如说做个汤啊，做那个意面的时候，我就会做一锅，然后把意面酱保存起来，然后这个锅可以直接放入烤箱，也可以直接放入冰箱，然后把它保存起来，我就可以吃一周。嗯，一个人生活就是这样。因为健身嘛，然后我希望还是各位把自己的饮食做好，多在家做，少吃外卖。然后我相信看到这儿的小伙伴呢，应该都会很想像我一样马上入驻亚马逊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直接去我的下方的评论，我帮你们准备好了一个链接，你可以直接点进去浏览你想要买的东西，基本上囊括了你生活啊日用各种各种所有的你想要的都在里面，你进去看一眼，然后最好听我的，注册一个会员对你特别有用，特别划算，特别实惠。好，就这样，拜。So I could buy C-3PO, put Mentos in my Diet Cok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bus. When I was a kid, I ate SpaghettiOs, played laser tag and G.I. Joes. And if you vowed no girls allowed, then you could join the club. When I was a kid, I spent my Saturdays blowing on Nintendo games. The newest thing was Lion King, and I could feel the love.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was a kid, I dreamed of power wheels. Stayed up late watching action films. And I won't lie, my friends and I were too legit to quit. When I was a kid, I lived for climbing trees. Ate Dr. Pepper jelly beans.